Aí, ó.麦当劳的咖啡机好高端啊，而且这儿的咖啡还要比一般的咖啡店贵。对，咱麦当劳是有人现冲意式浓缩的。嗨，我们现在到里昂了，我们已经在酒店 check in 了。我们这是不是住在市区？我们住在比较偏哪个地方？从我们酒店开车到市中心，我们又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今天现在就有一点赶，现在已经下午5点了，我们订了晚上7点的餐厅，所以就不打算上山了，我们打算明天上午再上山，现在就逛一下里昂的市区。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广场，这里是里昂的市政厅。这几个雕塑神的头都没了，都掉了。12世纪建了300年，建到15世纪建好的。这是里昂的另一个教堂，看这个钟，1684年的。你认识谁？我们今天在里昂是订了餐厅的，然后这儿都是比较传统的菜，这个是 fish cake 鱼肠，然后这个是猪肉，这个是猪肠，已经切开了。它应该就是把鱼打成泥，然后包在这个肠里面。这个是朗姆酒做的一个面包，旁边再跟了一个雪糕。好多人在摁喇叭庆祝，是因为土耳其选举。他们凑热闹第一名，土耳其选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两个都想把自己的第一手新闻发给新华社。我们今天买了车票，要搭小火车上山。我们现在才早上10点多，超多游客都要坐小火车上山，下一班了，只能等要7分钟之后。所有上来的都是游客呀。这么大清早的，我们从山上走下来，可以又看到一个古罗马的剧场。现在也会有现代的演出，在这个古罗马的剧场，法国公厕。它每一个人用完，它会自动帮你冲水，然后洗一遍。但是里面其实也不是特别干净，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会把地上也全部洗一遍。我们真的太随性了，本来说我们就喝着咖啡吃可颂就出发去巴黎，到巴黎再吃。结果发现几家咖啡厅都关门，我们就直接走进了一个吃正餐的地方。最搞笑的是，我们昨天晚上觉得今天不会在里昂吃一个正式的饭了，我还把我预定的那一家餐厅给取消了。我预定的是12点半，然后我们12点半整又踩进了一家街上随便看到觉得还可以的餐厅。我们今天中午不打算吃太多，就点了一个沙拉，然后点了一个鱼饼，然后它配了一碗饭。AC Hotel 是那个万豪旗下，我们换了一个免费的，
这儿走去凯旋门只要20分钟，我们现在就步行去凯旋门。到凯旋门了，现在的夕阳特别好，就在这凯旋门边上就有三蹦子带你一日游。看一下它的价格，我看的是60块可以游巴黎一日。哇，好漂亮啊！现在哎，红灯啊 ！Oh my god， 红灯啊，同志们！我们现在在等埃菲尔铁塔亮灯，它是按日落时间亮灯的。今天，苹果上面显示日落时间是9:42，现在已经9:42了，它怎么还没开呢？密密麻麻的人，超多人，大家都在等这塔亮灯。我们在埃菲尔铁塔门口吃了饭了。这儿有一个活动中心，这感觉是中国的广场才会看到的一套设备，还有打乒乓球的。我们在巴黎铁塔对面河岸边拍好了照，然后又吃了饭，现在走回酒店，走40分钟，现在已经晚上12点，太疯狂了。连地铁都停运了，我们只能靠双腿。哎，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巴黎完整一天的开始，现在已经12点了，我们早上非常极限的退了房，然后换了酒店，还了车，然后现在我们还车点就是在罗浮宫的停车场下面，非常难找，然后现在我们全部搞定，然后现在就是个自由人。不过我们买的不是今天逛罗浮宫的票，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是因为顺路就上来拍拍照。我们今天的行程唯一的一个买票的景点就是下午4点去逛奥赛博物馆。奥赛博物馆的票我是昨天买的，就只有今天下午4点的了，它6点关门，所以就2个小时。然后罗浮宫我们提前了2个礼拜买，但是也只有明天下午4点的票了，所以罗浮宫那么大只能逛2个小时，就非常的走马观花。我们今天就在室外多逛逛吧，今天天气超级好，16到23度，没有南法这么热，感觉来到巴黎一下子就有一点北方天气，还挺舒服的。我们现在走到了杜乐丽花园，中轴线前面就是凯旋门。我们又看到一坨乌云黑烟，感觉着火了，这已经是我们遇到第3个城市这趟旅行里面在着火了。我们在阿尔勒的博物馆顶楼看见阿尔勒远处着火了，烟特别浓，然后在里昂的时候在河对岸又看见着火，现在来巴黎，巴黎又着火了。我们现在从罗浮宫走到了大皇宫跟小皇宫，这个是大皇宫，这边是小皇宫。大皇宫现在应该是整一个都在修，因为在 Google 上面看它完全是关闭了，看起来它也全部围起来了，应该是大面积在修缮中。我们现在到小皇宫里面了，大皇宫正在修，然后小皇宫是不要钱的，我们就进来直接参观了。山大三世，俄国跟法国建交的时候建的法国最华丽的桥，是跟大皇宫小皇宫一起在1900年世博会的时候建成的。我们现在来逛奥赛博物馆了，我们现在进来了，它就是要安检一下。奥赛博物馆以前是火车站，是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时候建的，现在就是一个博物馆了。
要坐12站，就是其实坐到底特别容易。我觉得巴黎挺不错的，巴黎地铁看着也还行，也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小偷。吴瑞总是吓我们，我们来之前他就说巴黎特别特别破，我现在觉得尼斯比巴黎破得多，我们经历了尼斯什么都不算了。嗨，早上好，我们今天到铁塔了，现在是早上10点多，人还挺少的，整个公园没什么人。卢浮宫门口的这个广场，它的这个地是沙子地，然后一阵风吹来就尘土飞扬。这两天巴黎风好大，一直都是，我们都是灰头土脸，鞋子都是灰，全都是灰。但是巴黎人还可以在里面喝咖啡吃小点心。我们从铁塔走到巴黎圣母院，被星巴克截胡了一次，然后现在又来吃饭了，因为实在是有一点远。然后这里的餐厅无论是中餐西餐2:30都会关门，要到7点才会再营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来吃饭了。我们来吃赵氏西安饭了，这家店在巴黎这个街区附近一共开了3家连锁店，油泼辣子冰淇淋，哇哦 ！I'm for him。这是妈妈在巴黎吃到了正宗西安饭，有点过于激动。我们现在吃完饭，走路10几分钟来了巴黎歌剧院。4点有票，所以我们今天就4到6逛2个小时，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要看蒙娜丽莎要这样子像世博会一样排队排到最前面去看的，我的个老天爷。我们逛完凡尔赛宫来吃饭了，今天又来吃意大利菜。我就只点了一个甜品，然后就给了我们4个勺子，服务员超好。我们现在吃完饭出来，居然走了500米不到，就到了巴黎圣母院。我们现在在酒店边上的火车站，我们今天是要去凡尔赛宫一日游，然后凡尔赛宫它比较远，所以它是要坐火车去，它不能用城市内部的地铁通票或者是火车通票，所以我们从这个酒店在16区我们坐去凡尔赛，来回是8块多。然后这儿的火车去凡尔赛是半个小时一班，我们是1:30的门票进去，然后坐12:10的车。这个是拿破仑加冕的那幅巨画，它的原创真品是在我们昨天罗浮宫那，然后这个是它的仿画，
然后说这两幅画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第二个侍女的衣服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红色的，昨天那个是白色的。然后因为拿破仑他加冕的时候是自己从教皇的手上把皇冠抢过来自己戴上的，所以当时画家怕有这个冲突，就画了拿破仑给皇后加冕的场景。然后当时他的母亲是因为不满皇后，所以并没有参加这一场加冕典礼，但是画家还是把拿破仑的妈妈画在了这儿，然后拿破仑当时非常的欣慰。我们逛完凡尔赛宫，现在坐了火车回到巴黎市，然后我们要再转一个地铁去逛街。我们现在搭地铁来到勒蓬马歇，它的法语是不是叫 Le Bon Marché？这个是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公司。我们现在走路去吃饭。每天快到日落的时候，巴黎的风就开始了，超级超级大。我们又来吃意大利了，还是意大利比较合胃口。是我们在巴黎的最后一天，是在巴黎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最后来决定坐游船。看我们今天穿的，今天巴黎还挺冷的，最高温只有20度。本来我们在巴黎是没有坐游船的计划的，但是实在走不动了，我们今天坐游船应该也就是把前两天用腿走的部分再坐船看一遍。到一个非常满的餐厅，然后别人还可以匀一个最后的四人桌给我们。这一家看起来也挺好吃的，就是坐的人都很满。今天是周五的晚上，所以大家都出来吃饭，餐厅都非常满。我们刚在市中心，地铁都要挤不进去了，就搭了火车回到酒店附近。吃完今天这最后的一顿，明天一早的飞机就回多伦多了。那这次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见，拜拜。结束不了的最后一顿晚餐，加了一个什么牛肉，结果好重啊，怎么不配一份米饭呢？30分钟以前就觉得已经完全吃完了，然后我们又点了一个菜，然后又点了甜品，然后又点了一壶水。好冷啊，在桥上，铁塔要亮灯了。